你看较远的出发点。爽！你们在玩中立的时候，他中风了。昨天还被圈粉了，在讲。白摔了，下太大了吧？对啊，厉害，哇，好帅哦！他是认车的，那我们认人哦，啊、认人他，不可以换人啊！啊，我没开到老光，哎呀，哎，假皮很嫩，来，来做小片。你调节啥？记得头三圈开始自己转开。哎，青蛙打要来调节，加油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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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昨天跑斯马库斯跑完，又来下 K one。对呀、啊，爽！现在真的包场，包场，包场憋得比较安全。至少你心理压力不会那么大。对呀、啊，我第一次来的。还有点太早入弯。啊，所以平日来他可以慢慢骑啊，像假日来哦，你干你几样骑下百块，有点你紧张啊，无敢换。那心理压力就很大、啊。嗯。没人还可以这样停下来稍微沟通一下。好处在这里。这样没办法软胎了，慢慢的加速。啊，你速度太慢，你没办法软胎。你这个太慢了，你根本转胎了。追过吗？完全被开放。你今晚准备叫个咬表，阿花咬得紧，才有办法知道他错误点在哪里。因为这边这个弯还不熟，嗯，你一边下去了，然后你多路线，他就越来越赶。后面还大小，你怎么在我后面？他应该不会先超他，应该会先看一下。要先看到什么？才有办法抓到他的问题点，还是一样太早路啊？然后他不敢压，一样还是太早入弯，他不敢压。我明显看到你的成果在哪里，因为刚刚跑，谁看他们夹一三一四压？我靠，没力，差那么多，还能哪里进步啊？还行吧。哦，不行。哈哈哈哈哈。速度要再快一点，你才不会觉得那么重。你越慢，你越难骑。我感觉他还是那么没空。不是太早入弯，就是太晚入弯。啊，你在弯中，你的点都错了。对啊。你的外方。对啊。没点偏错。抓怎么抓？你感觉你是练正也袂调吗？等下单边下了，看你的胎压偌济。啊，你软胎的话，速度要快一点。关于到底是胎压问题还是怎样问题？你没有安全感。对啊。你像那一个，你都外套。对啊。哎呀，这个也都外套，像那一个也都外套。不是我那个入弯点，抓不住，抓不住，抓不住。啊，你确定好你的入弯点之后，我看你的入弯点，你不要看地上。啊。哎，你一旦看地上就完蛋了。无来个固轮，你头前讲灌偌济，伊只要挥油门掉，转弯的时候头前就意识足袂稳的，是正常吗？不正常，对。因为伊种是足袂稳的。对啊，嗯。我知啊，我看尤其你伫迄个弯大直线了这边，对啊，遐你都拢会害。啊，伊骨相应该是熟嫩，骨相爱调调翻个。我头前骨相调翻个，你头前胎压你放较百一挂，会搁较稳，卖当伫意识，嘿，你心里会惊。就袂稳嘞，做你切弯对无？你减速减无上，你就当直接切落啦。
啊，你啊伫个内底，搁挥油门，搁倒，搁拨油门，你着车身着是拢袂稳。我用一档即个弯嘛，啊，到后壁迄个上，后壁小拨油门要撞去。我头前我来调一个，你等下你要试看卖。嗯，两格啦。他帮你磨到满胎嘞。我是感觉应该是恁阿上过两个关系，嘛有啊，可上较无遐大啦。哎，可上我这么调翻个，你所赛道 OK， 无差。那头前胎压你要看嘛，头前卖伤软，因你伤软的时候，你着车重嘛，车头足重的。过弯的时候，你啊速度搁挥油门啊，是拨油门的时候，拢足敏感的。嗯，会啊，会黏吗？还是你现在要去试看看，今麦要本软胎。好，哎，先试。哎，我过上我来调两格调翻个，你要落试看嘛。你在入弯的时候，一个减啊，你要挨速度的时候，直接就切了，都滑过去就好啊。有没有比较好？有。比较好。你看稳点不？有。停脚不太敢，太敢说停脚。啊，可是我爱调的有较好一寡。有较稳点，就是晃的程度比较少。切过弯的时候，要出弯的时候，油门较薄了，啊，你的车身会搁较稳。就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啊，我从这里切的话也不对，所以等于说要顺到这里来再切，要到这里。不，因为你唔敢起高翻了，对啊，所以你前脚出来，你前脚，你试着来，系啊。所以你像我开始动嘛，动到这家，我要来速度，动到水半条水起了。啊，你身体要看，你过弯的时候你要一个习惯，起码免你了，你要卡开开得啦。对啊，嘿，啊，不过你就是我卡脚会打开。没感觉，不过你的惯性你的行啊，你行了，放我轻松，脚稍微开，过弯起了，啊，骑的时候就当过起这边，胸骨底顺了迄个腰弯那一过，你试着去看，你卖看迄，你看较远的出弯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上班车手呢，很点的啦，哦，很点的哦，对，啊，弯速依然是记得。弯中你看远一点，那边收了回来就收不回来。啊，前脚做得出来。啊，你做不出来。我做不出来啊。啊，你就是一点点啊，你到尾自然你就出来了。不放松，你紧张哎。对呀、啊。你在弯中，你就是在那中风的。对呀、啊。真的。你那轮胎中间也差不多了。中我看你中哪边到警戒线啊？啊，所以你来这条链就按上来松掉吧，片。不然你的轮胎是浪费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又来西湖赛车场这边练车，但是今天。我没有下场。今天是我车友看到我有一些进步之后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也可以来下场练练看，尤其是这台，体准下 K 换，这个真的是矛盾大对决。但今天平日的关系，这个人真的很少。目前好像除了我们之外，只有多来一台车而已，就不会像上次。我们团来练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礼拜是人山人海，那个心理压力大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Go！ 那台雷霆 S 应该几乎是全原厂，我这样看起来，只有把后照镜而已就直接下场，所以不一定要说改多大、啊、或者是什么跑车之类，想来玩就可以来玩。别人，我先走。好，拜拜，路上小心。那个是那个哎、欸，小江哎、欸，他今天有来、欸。啊，你无要落走？无啊，我来参观一下。来，你就顺便我落走。是来观战的。平常有限定时间吗？听他们说人少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管时间，除非有人来报名来玩卡丁车，那他们就会被叫下。其实那也很快，几分钟而已。我昨天就来了，几分钟就下，快要顺的时候就下来了。难怪他们都选飞架子。那、啊、今天怎么呢？累，昨天去司马库斯回来。哦，是啊，哦，太超了。太比刚开始来的时候顺。我是来外送的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后面还有。哦，潇洒的男人。有啊，有比较好啊。有比较好啊。对啊，至少顺很多啊。休息一下，没累啊。哦，对啊，骑车就好累啊。真的，厉
你那么胖，你他妈还喝珍珠鲜奶？干你跟猪一样哎！哎，我们刚才在拍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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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这边，别过来。咱跟小凯，你知道小凯有给他恐吗？小凯，刚刚我忘不起了，家长没有，然后看有人把手机拿出来嘛，因为我们不干了嘛。你儿子几岁了？小六啊，小六了，差不多可以开始学骑车了。买那个海耀五百那个来玩的啦。那个印象就是说，重机就跟爸爸那一种那么大台。他有那个去度恐惧症，譬如再就给他丢。三个月就会有九个预赛资格。对。一点左右就开始下雨，希望等下不要突然下越来越大之类的。哎，想吃是不是？想吃自己买。上顶啊啦！又加一条，又加一条，加一条。加一个这大个，不油的，一堆面头前呢。都卡不呀 ？K 姐要我看是什么秘书秀？哈哈哈！哎，这么变啊？蛮大嘞。他那个弯很漂亮，然后到这个弯，他整个大外抛，因为你接进来了，然后他大外抛，然后他压下去很精彩耶，对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跟那台零七啊，为什么？红色那台，他要互追啊。是啊，我有看到他朋友，我不知道他是被撞的。他没有被撞啊，他自己滑掉。他跟文在在尬车啊，原来是文在的关系。看文在的前脸跟他的头，大概差一个安全帽距离而已。我以为是下雨，你们都下来了嘞。他是下到。对就我呀，他摔的时候我才拍的。哎呀，不好听。他滚两圈之后都拍了。他刚刚那个操作真的超精彩的。车队吧，刚刚那白色那是什么车啊？那台是准，你不要看不起准。昨天还被圈粉的，我跟你讲。圈粉真的？是啊。一个妹妹，她全部车都不拍，就只跟我们，跟我的准拍，自己跑过来的。准好像真的是三四十岁、四五十岁那个年代的妹妹呢，妹妹呢，大概才二十出头岁的妹妹呢。不要骗了哦，一开始以为她认识你，很热情，嚣张呢。车队怎么样吧？没事，太嗨了。准好骑吗？不好骑，太重了。看得出啊，准能在这里顺顺骑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过那个 S 弯就觉得难过啊。这个对啊，不是很熟啊。就是小怪盗太折磨了。你们常过来吗？我还好，我是第二次来而已。他老手，2004年就来了。我这十年来第二次。我第一次。你们跳班这种不是都礼拜四才有活动吗？对啊。所以我今天单飞。反正他没有想要改礼拜一嘛。改礼拜一。加一天呢？加一天。私下约都 OK 啊。这边这边的演员，年龄北岛，哇，下岛，蛮近的。加到，对啊。所以你们都固定来这边练。我第一次来，被怂恿了。超赞的，第一次练车是最开心的。回去就要上中通。第一次练车就下雨，运气蛮好。第一次你是骑那个海洋菩萨？对啊，这个腰围好厉害哦，海洋菩萨。妈呀，那种叫重吗？我有看到你那个破秒的那一集。是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感动。他们比较辛苦啊，最快啊！大力宝不像之前大鹏湾可以会员练车子，因为力宝变成都要靠那个赛道，啊，赛道是
就不是你想要试就可以试。有时候风太不大，有机会可以一起骑车。好玩的，第一次下赛道哎。对啊，所以你骑多久？山路骑多久？山路啊，就都是平常休假的时候有骑。我换台不傻才今年五月的事而已。哇，之前是骑机接车啊。接车？对啊。之前骑什么车？Z900。Z900。对啊。好像还 OK 啊，差不多。重的Z900是210吧，200啊，还不到260。哇，对啊，转向非常的差很多，其实这次轻松很多啊。嗯，好像不少在台湾没有可以飙速的地方，对，很少。之前是地表最近，对，他骑在路上就是就是一个经典。他除了一代表有到340的表，其他之后都是280的表。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是可以差表。哎、欸，现在还买得到海拉布萨？新的没有了。新的没有。我是最后一台。所以台湾就是固定几台在那边。对。对。真的是什么车队吗？没有，就是几个有在骑车的朋友这样子。像我们昨天才去司马库斯回来。准骑到司马库斯去。当天来回吗？对，当天来。对，算不错，但是就是它有那个防滑的水泥地，它水泥会一直震，震到上面去，然后震下来这样子。小熊装车来了，差不多啦。要下班。下那么大。所以你要骑回去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先回去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再交流。好啊，谢谢哦。下太大好不好？对啊。哇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雨停等地干也要一段时间。这都会干吗？雨停都没有太阳。不再起的啦，才会这样子。今天气温比较低啊，没有办法那么热。哎呀，这样太阳算漂亮。嗯，对，很漂亮。介绍一下我的前途，哎，Alpha 14骑了18000公里，哎呦，怎么还有呢？对，快没了，要换了，要换了。好，这个几乎不太需要换挡，二档应该骑二档，二档直接干到底了，所以那个妹妹就跑过来了。不傻，不是，很准呢。他说叫我们去 RTC， 他们熊哥，那 RTC 要很简单的，应该不用了，我们再去了。啊，其实也是要去多骑，多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。你要听我跟你讲就好，超会讲。安安手机车，安哥要收钱吗？超会讲的哦。他说，你叫我下去骑，我不行。包场很久，刚摇起而已吧。对对对对，单独骑了四五圈吧。哎，对呀，好像才不会挡到人家的路啊。阿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那副年龄拢职业的吧？没有，我们这一群是业余的。哎呦，对，哎，大家都骑真好呢。
大雄大雄，现在可以借我拍个照吗？我觉得很帅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很帅。对啊，安全下装。安全下装。其实也是家己都起起家己的自信较大较多，这样子你才会有所一看一看比起来，啊，有进步了呀。对啊，那无限有做出来，花的值得了。无限有出来了。对，那无限。当然是没办法像他们这种晚进弯，他们那个晚进弯那个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。再骑起来，你要外靠骑起来，我等下再骑来上。先把里面水倒。感觉又不一样。啊？他说他想要他的画面，是在那边录的吗？对。你怎么会录到？全程录到、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在那边？我是在那边刷油。哎呦，那边全程应该有录到。拜托给我。啊，加赖对，加赖对。对，好。要洗澡，你要截图来哦。好。来，再传给我，看传一段也可以。啊，太感谢了，不然我就白摔了。当时你刚刚摔那边，你没有开摄影机？就因为我想说只是练习，我就把它全部拆掉了，只是要个练习的画面而已。你们今天是跟张子颖他们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听说他今天要来，说我想说顺便一起来这样，看、能不能偷学一些这样。好好，这也是来拍影片吗？还是？对啊。哦，酷！你有在那个用 YouTube 吗？有，就是稍微记录一下旅行，或者是、哦、对，有时候。好酷哦！就是做好玩这样子，对啊、有兴趣的。哎、欸。有，我看过你的频道，谢谢。我再剪出来，我再传给你。好，感谢。不，想说算，今天就是白摔了，因为我们那边都没人录到。谢谢。不会，大家还要跟老板玩牌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